自细汉就对摄影真有兴趣的陈文强，因为希望透过镜头将上水的风景甲大家做回分享，所以伊最近就特别伫指南宫七星级的别墅来举办一场公益的摄影展。除了展出以外，毛提供民众来购买，你购买所得将会全部捐予行善基金会。第三场指南宫的七星级别墅举办一场陈文强老师公益摄影展览，除了会当来拜拜民众欣赏艺术作品以外，也欢迎大家来购买做公益。这次的摄影展是因为咱陈老师所举办的，伊记录了咱南投各个角落吼地方的一挂图片啦吼，啊真水啊吼，希望各位乡亲朋友吼，来经过阮南投指南宫吼，来甲阮看卖咧。啊，因为这次的展览拢完全是迄个义务啦吼，各做公益的，啊希望各个乡客啊吼来遮佚佗的时阵，会当顺续来参观并请甲咱认购吼来做公益。这届公益摄影展览是陈文强老师多年以来走遍南投县每一个角落，用心记录落来美景，也希望会当予更侪人看到南投县美丽的所在。而且这场公益活动，上面所卖出的金额，全数拢会来捐予行善基金会。这一次咯，非常感谢指南宫管理委员会咯，能够提供这么一个优良的场所来做一个空间展示。那么这一次的展示呢，以我的作品呢，以大部分是云海琉璃为主，所以这一次的主题呢，就叫梦幻之旅。不管是光影还是欣赏的角度，透过摄影师的镜头，原本无什么的风景，也当展现无同款的风情，这都是因的专业。不过为着要翕出一张美丽的相片，有当时都要等待几日间的时间，才有可能完成。这一次的展期呢，到4月27号。到这个月27号，希望大家能够到这边，到指南宫七星级厕所了，能够来参观，认购。这届以梦幻之旅为主题摄影展览，从即摆开始一直到27号为止，在第三场指南宫七星级别墅展出。有兴趣的民众，也是看到介意的作品，也会当以行动来支持公益摄影展览。记者爱转场报道。